运动会的照片贴出来了。嗯，是啊。啊，小丸子，你看，那里我们被拍进去了呢。哦。哦，奇怪的表情啊！哎呀，还真是丢人呐！怎么会呢？这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努力加油拔河的纪念，我要买这张照片。那我也买。哦，这是我带领白队赢得胜利、保住班长宝座的历史瞬间呐！这张照片珍惜度实在是太高了。王伟同学，看这个。这个是母亲大人连夜特意为我做的，干酒。这张也是英同学，多亏了你呢，太谢谢了。下次我当选班长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任命英同学你作为我班长的秘书的。你是不是也很期待呢？算了吧，英同学，过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帮我买这张花轮同学的照片。然后给我。哎，为什么？你自己买不就好了？照片里没有我，我却把名字写上去了。那么我买花轮同学照片的事就会被暴露的。哦，英同学，你买的话就是买自己的照片，不奇怪。你都这样了，你还什么？英同学，你这是一点都不了解少女情怀，就帮我这点小忙，又不是很难。我们是同学嘛，我理解的，买就好了嘛，我买。有了这张照片，我就能和花轮同学在一起了。第三同学的照片，好想要啊！可是，如果写上我的名字，我买第三同学照片这件事就会被大家知道了。怎么办，藤木同学？你从刚才就一直盯着这张照片看，你想干嘛？没有，永泽同学。我猜你一定是在想买自己心上人的照片吧？不是，你说什么呀？不是你了。第二天，啊，赶上了。喂喂，你听说了吗？听说了，听说了。早上好。怎么了？哎，殷同学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关于婉伟。哎，婉伟同学，什么事情啊？你没有听说吗？听说婉伟同学的心上人就是殷同学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对某个女生有意思呢？啊！婉伟的脸变红了。咦，来了来了，男女双方见面。婉伟和小丸子两个人都有丸太般配了。我就算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我也不可能会喜欢英同学的。你们错了。要知道，我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人呐！等等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才是！小夫妻吵架了！吵得好热烈！王伟同学都是多亏了殷同学才能够投中球的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喜欢上他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这真是丑闻呐！如果不早点想办法的话，一定会影响到下次班长选举。可是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小玉，出大事了！他们都以为我和婉伟。别往心里去了，小丸子。明天大家肯定会把这件事情忘记掉的。会吗？第二天，要迟到了，要迟到了。早上好。早上好，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一直都没有留意你的心意。什么？原来殷同学喜欢的人是花轮同学呀。这么说，婉伟同学就失恋了，好可怜啊。我明明没有喜欢殷同学，却说被他甩了。别泄气嘛，婉伟。
下次选班长的时候，说不定会得到很多同情票哦。哎，是吗？这么说来，被甩了还是挺幸运的喽。殷同学，美环同学，下课的时候我会在体育馆里等你。昨天我拜托你买花轮同学照片的时候，你一脸不大愿意的样子，是不是因为你也喜欢花轮同学？是这样的吗？怎么会？不是的。哼！我先把话说清楚了，花轮同学他是我的，我绝对不会让给殷同学你的。哼！等等，你误会了，美环同学。怎样绯闻才会消失呢？忍一段时间就会消失了。一段时间我可忍不了，我现在已经完全被大家当成绯闻主角了。我看你不是还挺得意的吗？爷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丸子要嫁给花轮。都说了不是了。不过说起来，这谣言是怎么来的呀？这个吗？难道是要迟到了？要迟到了！早上好。小樱和花轮的桌子拼在一起了，真是好亲热。真是的，你们是故意把桌子拼在一起的吧？你们两个真是太幼稚了，小姐，现在还是让我们两个互相把心锁上，直到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再把锁打开吧。都说了，我对花轮同学没有……哎呀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要知道，我们手上可是有证据的。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制造绯闻的应该就是你们两个人吧？证据？怎么可能有什么证据嘛？你不是买了花轮的照片吗？而婉伟同学又买了你的照片。果然都是那些照片惹的祸。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，我只是受美环的委托去买的，是美环同学想要照片，他说照片上有我，我买也不奇怪。骗人的吧？那张照片上有小樱同学的吗？不信的话你们去看照片呢。说是已经申领完毕，好像被老师撕下来带走了。怎么会？谣言继续流传，过了好几天。啊，我说那个时候的照片拍得真好。这样子真奇怪啊。殷同学。你说你是不是不想把花轮同学的照片给我？哪有的事，给你。这是照片的钱。真是的，给我添了大麻烦。就是因为买了这张照片闹了绯闻。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买了这张照片，冰淇和关口就误会我，以为我喜欢花轮同学，谣言就这么传开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什么嘛，真的是这样。花轮同学果然是属于我一个人的。切。小樱同学说的是真的吗？真是无聊哦。你们干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快看，这就是他买的小樱的照片。还给我，这照片对我很重要的。等一等啊，快还给我。不是，哎呀，刚才婉婉一直在看小樱的照片呢。莫南，你的努力有成果了。母亲大人。这不是婉伟同学的妈妈吗？是的，这是我母亲大人的珍贵的照片。要知道，我买的可不是殷同学，而是我的母亲大人的珍贵照片呢。你看，王伟同学还买了冰淇和关口的照片，是不是他也喜欢你们两个呀？于是谣言就烟消云散了。这两个人
当时买下来就好了。是什么啊，藤木？没，我没什么。同志要隐退。爸爸又开始浑浑噩噩的了，真是没办法呀。这个星期天不是有棒球比赛吗？稍微去活动活动筋骨吧。哎，爸爸要参加吗？我要从这次比赛开始隐退了。隐退？爸爸，你是说你不再打棒球了吗？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反正怎么样都行。怎么会这样了呢？因为这个。对了，冰冰和猪太郎的爸爸参加棒球比赛吗？啊，他说参加的不？我爸爸模仿常语，说什么我要隐退了。哎，真没办法。小英的爸爸肯定是受到了常语隐退的打击呀。就连我也很受打击呢，不，从明年开始就再也看不到常宇了呢。因为我爸爸是常宇的铁杆粉丝。这么说，那这次的比赛就是小英爸爸的隐退比赛了呀？好像来迟了呢。哦，爸爸。不是小丸子吗？买了什么？下酒菜。今天小山过来跟我一起喝酒。哦，不快点回家的话，搞笑特辑就开始播了。爸爸，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小丸子啊！哎，等一下，我回来啦！不行啊，爸爸，才跑这么一点就这样了。常宇要隐退了。常宇和我们其实年纪感觉差不多呀。我们两个人其实也差不多到那个岁数了。我们都40岁了，就说最近人老是觉得累呀。就说今天吧，跟小丸子跑了一段，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。哎，看来不隐退是不行了。爸爸。原来爸爸说要隐退，不仅仅因为他是常宇的粉丝啊。爸爸上了年纪了，一直都觉得爸爸浑浑噩噩的，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很累了吧。哎呀呀，爸爸今后要是更加浑浑噩噩的，我可受不了。有了。喂，爸爸，爸爸现在还是很年轻的呢，不要隐退呀。真是烦人呐。男人是说一不二的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。可是爸爸，你想想，每次你打了本垒打多兴奋呐。爸爸的本垒打总是那么的棒，好厉害。大家肯定会说，那么厉害的人却要隐退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那样的话可能三松屋会说吧。那个时候的爸爸真是太帅了。啊，是吗？简直就跟常宇一模一样呢。要是真的像常宇一样在大家的惋惜声中隐退，那也不错呀。我回来了。要怎样做才能让爸爸不隐退呢？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对了，奶奶，你有没有大的包装纸啊？哦，这个可以吗？太谢谢奶奶了。啊，
姐姐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？念梦。梦啊，谢谢。完成了，看了这个之后，爸爸就会打起精神，他肯定会说不隐退了。给你报纸，爸爸。哟，小丸子，你难得这么机灵嘛。小丸子，过来帮下忙。哦。丸子，马上就来。嗯。爸爸已经看了吧？哦。哟。啊！爷爷。这是你怎么了，丸子？怎么了，丸子？你紧张什么呀？爸爸皱巴巴了。对不起，丸子。爷爷，爸爸说他要隐退了，我很难受。我希望爸爸永远年轻。丸子。加油！星期天，加油啊！上吧，上吧，上吧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小丸子好慢啊，都说了马上就来的呀。外球，界外球。啊！好的，一人出局，没跑垒了。这是最后一次击球了。小丸子到底在干什么呀？爸爸，加油！小丸子，总算赶上了。加油啊！加油啊！红志，全垒打，全垒打，红志。他们俩不放弃，不放弃，红志。死球！爸爸。好痛啊！爸爸加油啊！四次坏球，一人出局不？爸爸加油不？太好了不？平分，太好了！快跑，快跑！爸爸。东倒西歪了，爸爸，出局，两人出局，真是的。最后时刻胜利啦！结束了。小丸子，这么看起来，我们两个还是不要勉强爸爸比较好啊。是呀，我去跟爸爸说，他这次辛苦了。让我们为胜利干杯！干杯啊！干杯！爸爸。真好喝，打完棒球之后的酒最好喝了。好，不隐退了，不隐退了。为了好喝的啤酒，我一定要加油啊。小丸子，你就看着吧，下次的比赛我会打出本垒打的哦。比起小丸子的鼓励，反而是啤酒让他放弃了隐退。红志这个人呢。第二天，哎呀，昨天那样的运动，我今天一点都没觉得累，感觉自己还是非常年轻的哟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
又过了一天。啊，爸爸又开始浑浑噩噩的了。果然浑浑噩噩，并不是因为年纪的原因呢。爸爸是天生懒散。爸爸，怎么你全身酸痛没法动了吗？哎，可是昨天不是还说完全不累吗？上了年纪的人全身酸痛来得比较迟。痛啊！果然爸爸可能上了年纪，小丸子他们这么想。到底是谁？到底是谁？我想看的书他借走了，一直不还。难得我有雅兴，想边晒太阳边看书，这下倒好，真是不能原谅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迷上了看书和在走廊上晒太阳，敬请期待哟。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，哎呀呀，开塔古拉丘林库，找一道黑。